我不喜欢喝啤酒。我不喜欢喝啤酒。我家有一台电视。我家有一台电视。 我觉得还可以。我觉得还可以。他们一起去了北京。他们一起去了北京。 你想去哪里旅游？我每天都喝咖啡。 最近怎么样？他在开会。这个衣服很时尚。 这个衣服很时尚。我在吃苹果。我在吃苹果。我的汉语老师很好。 我的汉语老师很好。我们可以一起去拍照。我们可以一起去拍照。我想吃面包。 我想吃面包。他在做运动。他在做运动。明天我有一节课。 明天我有一节课。你喜欢喝啤酒吗？你喜欢喝啤酒吗？这是谁？ 这是谁？你的电脑在哪里？你的电脑在哪里？我的家在河边。 我的家在河边。我们去电影院看新电影吧。我们去电影院看新电影吧。我不喜欢冷饮。
我不喜欢冷饮。你喜欢吃三明治吗？你喜欢吃三明治吗？他在图书馆学习。他在图书馆学习。进展如何？进展如何？我们去打乒乓球吧。我们去打乒乓球吧。你喜欢什么电影？你喜欢什么电影？我的生日是二月。我的生日是二月。你的房间很大。你的房间很大。他在洗衣服。他在洗衣服。他会游泳和打篮球。他会游泳和打篮球。这个公园很大。这个公园很大。你想吃点水果吗？你想吃点水果吗？今天你吃午饭了吗？今天你吃午饭了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喝果汁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喝果汁。我想买一瓶水。我想买一瓶水。我们一起去画画。我们一起去画画。我不饿。我不饿。他很开心。他很开心。他在家看电影。他在家看电影。我们去看展览吧。我们去看展览吧。他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他
他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哪儿？请问您贵姓？请问您贵姓？这个地方有很多人。这个地方有很多人。你会弹琴吗？你会弹琴吗？他在上班。他在上班。他们的家很大。他们的家很大。我没有问题。我没有问题。明天我们去看电影。明天我们去看电影。我们去餐馆吃午饭吧。我们去餐馆吃午饭吧。我们走吧。我们走吧。你能说慢一点吗？你能说慢一点吗？我们一起学英语吧。我们一起学英语吧。我们去旅行吧。我们去旅行吧。你的电脑是什么牌子的？你的电脑是什么牌子的？别紧张。别紧张。他喜欢画画。他喜欢画画。我喜欢看书。我喜欢看书。我们去图书馆自习吧。我们去图书馆自习吧。我想吃点中餐。我想吃点中餐。
我们去爬山吧。我们去爬山吧。我们每个周末都聚会。我们每个周末都聚会。他在看报纸。他在看报纸。我的朋友很聪明。我的朋友很聪明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他在做作业。他在做作业。你常常去散步吗？你常常去散步吗？这是我的冰箱。这是我的冰箱。我马上回来。我马上回来。你家有狗吗？你家有狗吗？我们明天见。我们明天见。我们去公园玩游戏吧。我们去公园玩游戏吧。这是谁的钱包？这是谁的钱包？我喜欢旅行。我喜欢旅行。他们是我的亲戚。他们是我的亲戚。他的头发很长。他的头发很长。他在商店购物。他在商店购物。他在家画画。他在家画画。今天你去上班了吗？今天你去上班了吗？你的眼镜很好看。你的眼镜很好看。他在上课。
他在上课。请保持联系。请保持联系。他在打羽毛球。他在打羽毛球。他在公园跑步。他在公园跑步。他们在喝茶。他们在喝茶。他的眼睛很小。他的眼睛很小。我们一起去参加婚礼吧。我们一起去参加婚礼吧。他是我的同事。他是我的同事。你喜欢吃肉吗？你喜欢吃肉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你喜欢吃水果吗？你喜欢吃水果吗？你会写信吗？你会写信吗？这很容易。这很容易。你喝茶还是喝咖啡？你喝茶还是喝咖啡？我渴了。我渴了。他在学习英语。他在学习英语。我们的学校在城里。我们的学校在城里。你的家乡有什么特产？你的家乡有什么特产？今天你上课了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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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